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住在日本大阪的苏苏。这个周六在韩国梨泰院发生的集体踩踏事件，这个新闻呢是刷爆了全球的头条新闻。在此次事件当中，丧生的大部分都是10几20岁的女性，而且都是年轻人嘛，100多个家庭，这的确就是挺伤心的。你说这孩子好不容易养到10几20岁。本来可以避免的事件当中上升，这个真的是天大的悲剧。其实我之前也是遇到过这种踩踏事件的，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，刚好遇到就是512汶川大地震。当时就是地震比较严重嘛，我们震后呢都是住在体育馆里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发生了余震。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在体育馆里面打地铺，我当时呢睡得正香，突然间呢就不知道是谁开始叫了一声啊，地震来了，所有的人都开始跑了。我睡得比较香，所以说就没发现，所有就好几个人从我身上踩踏过去。但是当时的时候，因为可能大学里面的老师还有就是组织的那些人，他们比较负责音响里面大声的叫大家镇静镇静，这个是体育馆里面，不要惊慌不要跑，当时才停下来了。我也只是被几个人踩了，虽然说有点受伤，但是都还好，没有生命危险嘛。但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就是很大的阴影，因为你只是在睡觉，突然间一个人踏过你，还有接下来你不知道要被几个人踏，那这种情况，而且他们又不是有意的，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无故的惊慌或者是恐慌，就会造成另外一个人的受伤。其实当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踏过我身体的时候，我当时是真的是觉得我可能是熬不过去。因为体育馆里面那么就是1-2000号人，你说如果要是每个人都从你身上踩过去，你肯定就没命了。所以说当时还是靠就是说那些老师他们反应比较及时迅速，然后阻止了这场悲剧。お、何これ、何シンジ、へえ、お、お、お、何、何があるん、何、ほら、どう、まだ、まだ、いい感じ。いい感じ。パパ、いっぱい作ってくれたやん。じゃあスカルト、スカルト、見る？見てみ、ほら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か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ハッピーハロウィンは？ハッピーハロウィン。パパサプライズだな。お菓子。お、すごいやん、ええな。我老公的话老是会准备一些惊喜，像今天就是万圣节嘛，然后昨天晚上他就把家里布置好了，然后儿子早上一早起来就可以看得到。やばいでパパ。どれ好きなの一番？ポケモン。ピカチュウ。これは？ミミキュウ。ミミキュウ好きなの一番。チュウしてよ、パパに。チュウは？うれしい？ごめん。うん。見て、ほら。あれ何？何匹おる？ 1,2,3,4,5,6,7,8,9,10。 发现我老公真的好细节啊，你看他贴这些就是装饰品的这个胶布都是万圣节的。哎，我觉得对我儿子真的是太用心了，而且他还买了就是这种蜘蛛的这种蜘蛛啊，还有这种蜘蛛网啊什么的，就是往很多地方上面套。这边的这些蜘蛛网都是他一个一个弄上去的，而且这些蜘蛛嘛都是可以取下来的，这个也是他自己想的，自己弄的。